我就是代班的主持人。那刚刚呢，我的背呢一定要把它盖起来，因为这个衣服啊，我大姐买给我，然后呢，没想到她后面有骂人的话。好，你们自己猜是什么字？好，不要看。免得呢有家长写信来说投诉我教坏小孩。好，今天呢我们的头条新闻真是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All right。哇，今天的这些头条新闻真是多了。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条的新闻是啊，刘德华刘大哥呢昨天呢就是来做代班的主持人，那这是他第一次做这个主持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对昨天他的表现还有心得吧。好厉害，哎哦，这里就是华仔的整个人呢，就是永远都是这么帅，永远都是这么年轻，真是很厉害，很会保养自己。而加上呢，他的这个通告 schedule 是非常的忙的。嗯，应该问一下他是怎么 keep fit 的呢 ？OK， 下一段呢就是河东狮吼。对，河东狮吼就是一个新的这电影呢，就是古装的电影呢，由张柏芝跟古天乐拍的，他们现在人在上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拍摄的状况吧。哇哦，帅哥跟美女搭配在一起，我相信这个电影呢一定会非常的成功哦。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就是在日本的迷你早安出专辑。那其实因为这些小女孩呢都是大概12、13岁，年纪非常的小，可是呢这个舞台的这个大将之风还不缺少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其实他们看起来不太像12、13岁耶，如果他们真的是的话，他们是比较成熟的12、13岁。那如果你们呢观众，你们知道他们到底是几岁，不妨也可以写给我，让我知道一下也好哈。那还有呢，现在就是我们要送这些的他们的礼物，那要怎么可以拿到呢？就是在这个电话打电话进来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哦。好，还有呢很多的歌迷呢就 fax 进来，没有很多啦，三个而已他们 fax 进来呢说 OK， 他说什么加油加油，你表现很很棒很棒啊、哦、Thank you May。 还有呢就是这个他说 Coco 你是否在录制英文专辑，什么时候推出啊、会期待，然后呢会不会去中部，要加油。嗯，好，我呢现在正在忙了，在录这个英文的专辑，那我花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自己在写歌。那另外呢就是我今天才飞到台湾，对，我是从 LA 美国飞到香港，然后再转到台湾来，对，所以一定是有一点时差。可是等一会儿呢我就会会我的歌迷了，因为等一会儿呢在这个7点钟的时候，我会在这个星光三月站前边，是吧？啊，站前边 sorry 我说站前面站前边，对，站前店那边跟你们见面啊、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个我的签名照，他是中部的空辣鱼啊。那其实因为我好像在14号的时候会去中部，那你就下来啦，你就跟我拍个照，我就当场跟你签个名了，那这样子更方便是吧哈、哦。好，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新闻就是黄磊上小燕有约广告过后，苏永康的记者会，等一会儿就可以接单了。刚下飞机呢，还没吃东西呢，我现在有点饿，所以我要叫披萨。电话。喂。喂。文倩你好。你好。嘿、hey, ，你要想叫披萨。嘿、hey。我要特大的。大的什么口味呢？大的最好吃哪一个口味？啊，什么最好吃哪一个口味？你要看海鲜啊或者是超级时景都可以。那最多人点的是哪一个口味？海鲜和超级时景。好，那就要一个大的海鲜跟超级时景吗？对，两个都要。好 OK， 那饼皮你要厚的一口的还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一口披萨呢？哪一个最好吃？但平常人一般都是点厚的，那一口是我们新推出的饼皮，它比较厚，比较脆，比较不油这样子。真的、啊？那你会叫哪一个？你可以各叫一个啊，就是我帮你又各叫一个啊。对，我们这里1、2、3、4、5、6、7、8、9、10，可以啊，好啊，两个都要。
好 ，OK， 那这样就可以了吗？需要汤或可乐或烤鸡，或者是我们现在有新推出一种新的旋风面包条？你推出好吃吗？嗯，还不错，它是甜点。哦，是甜点啊？对。没有啊，鸡翅不是甜点啊。你不吃甜点是吗？哦，不要甜的，我要咸的。咸的是吗？那烤鸡好不好呢？烤鸡，嘿、hey ，我们这里有。这里有20个人哦，20个人是吗？可以啊。对，他们都没吃饭，他们一个礼拜没有吃饭。真的吗？真的吗？对。好，没关系，那我帮你点几份烤鸡，这样好不好？几份烤鸡好，可是我吃素的。你吃素的？那我们现在有新推出一种素的千层面，可以吗？你们为什么一直不停的推出东西？没有，因为我们不断时期就会推出不同的东西，让消费者有新奇的感觉，这样子啊。真是，哎，你们真体贴我啊。好啊。对啊，如果因为我们不能只说只忽略了素食者的这一部分的消费群嘛，说你是真的，对，我会变成你们 number one 客人。可以，我会每天点。好，那可以多快可以送来？好，30分钟内一定帮你送到去。确定30分钟吗？对的，我们尽快帮你送过去，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有没有那个表？我们有计算表哦。你们有计算表？对，我们会数哦。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现在可以开始。好，一二三，开始哦。好 ，OK， 好。对，30分钟哦，你说的。好，你叫什么名字？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金蝉。吴金蝉？对。你好，你好，你好，好，你好，谢谢你了，辛苦你了。哎，其实我很无聊，可不可以多跟你聊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当然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聊啊。对啊。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觉得呢？你是女的。哎，对。哦，你几岁？对，当然是。你几岁啊？你啊？什么？你几岁啊？我，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很年轻。很年轻，嗯，对，45岁，跟你差不多吧，宝宝。哎，我现在一直跟你这样聊聊，会不会变成别的客人没有办法打进来？哎，不会，因为我们有6线的电话。哦，真的、啊？哎，我们还有没有其他6个线？你可以连续打6线，没有关系。没有啦，我开玩笑。好了，现在已经有5分5秒了。好，好，开始计算了。谢谢你啊，蝉。对，好 ，OK。下次见你，拜拜。拜拜。我真皮啊，我最喜欢整人。好，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哈。嗯，好，下一个就是苏永康在香港的演唱会记者会，还有许志安特别帮他做这个主持。哎呀，听说许志安他还生病了，哎，他真是老妖鸡啊，帮个忙，一起来看一下。如果真的是30分钟的话呢，现在还有25分钟披萨就到了，好饿、哦、好，刚好都传真来哦，他们都说哎，主持的很棒啊，加油加油，专辑大卖，这个说第一次看你主持，加油，很棒哦， very funny， 板桥的 Jessica， 那你肯定不是忠实这个节目的观众，为什么？我已经主持过一次了。哦，不是，哎，哎呦，我搞错，那是别台的。哦 ，sorry， 我以为代班就是同一个节目。sorry， 好 ，OK， 老大今天很 cute funny， 在星光三月前面等我。OK， 等会儿见你啊。还有主持的粉爸加油，快来高雄 ，We are waiting for you。Thank you Jenny。还有就是今天主持的很棒，什么时候到高雄？好像14号就到高雄了耶，14号好像是下午，不是晚上，是不是？哦，忘了，等一下换公司。哦，没有，高雄1点钟查一下到底我在哪里，我忘记了。好，然后呢，还有这个 ，OK， 说 ，Dear Coco， there's so many people waiting for you in front of 星光三月 ，Team Coco， you're so。miss you so much， 哦，我也想你们 ，Thank you Joanne。所以呢，我看现在已经有一些歌迷在这个星光三月在等我啦，等一下就赶过去哦。好，现在我们看的就是郑秀文的新的电影，叫做《我的左眼看到鬼》。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刚刚就是《我的左眼看到鬼》呢，要怎么样让它真的变喜剧呢？就让这些香港人讲国语，就一定很好笑，因为他们刚刚讲的我一句都听不懂。OK， 好，好好好啊，徐乃麟上综艺大集合，
那就是一个苦瓜主持的节目，那 very funny。那他们就好像有交换角色，就是徐乃麟当苦瓜，苦瓜当徐乃麟这样子。哎，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笑话闹出来吧。Oh,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OK， 刚刚呢，我说到一个 facts 呢，让我觉得有点诡异哦。对，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有点诡异？刚刚我们是不是说那个电影《我的左眼看到鬼》？我相信这个人他的右眼看到鬼。Anyway， 他说你身上的项链哪里买？哦，高雄的 coconut 啊 ，coco fans， 这个是在 LA 买的。不好意思，在 LA 买的，而且现在好像都蛮流行这些项链，蛮便宜的，好像20块美金，非常便宜。希望台湾可以多一点，哦 ，OK， 希望台湾可以多一点这些项链出现。好，现在呢有三则新闻要一起报了，就是在西洋这方面的新闻。OK， 第一个就是 Justin 新的绯闻，听说他跟 Janet Jackson kiss， 嗯，然后呢就是 Tom Hanks 的新片子呢，儿子呢他只想看 Paul Newman 演戏。还有最后就是啊哈的演唱会 ，Oh my God， 啊哈就是那个团体唱《Take on Me》这一首非常红的歌，曾经在80年代非常红的一个团体。其实我有一次在这个世界音乐大奖的时候，就是 World Music Award 的时候，看到他坐在我旁边在弄头发，我看 ，Oh my God， 就是那个啊哈里面的主唱，他非常的帅，这么多年来他还是这么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他真的很帅耶，他这么多年来真的很帅耶。他现在应该大概多少岁？可能40多岁吧。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澄清一下，刚刚有个非常可爱的歌迷呢，非常热心的歌迷就打电话给我的宣传说 Coco 好像没有拉裤链。我告诉你，我坐下来这裤子看起来好像没拉裤链，其实一直有的哦。好，特写有哦。嗯，你的眼睛怎么会一直看着这边呢？啊，OK，anyways， 好，我们现在进广告，下一站就看到台湾风云榜的试片。Oh my God， 皮场来了耶！哎，只有20分钟，等一下，你还有10分钟，你可不可以再等我10分钟？没有了，我开玩笑。哎，怎么你们早了耶？因为我们比较快啊。真的吗？不是说30分钟才到吗？之内。哦，之内。对。哦，哇哦，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来，这边好了，这个位置好了。您叫什么名字？嗯，陈明星。陈明星、嗯、要不要当明星？不没有，你父母是不是想着你以后会当明星，所以叫你陈明星？这我不知道。哦，不知道。好，你现在就是明星了，赶快看镜头，你跟你爸妈说嗨。嗨。还有女朋友吗？有没有女朋友？没有。那朋友有没有？有，赶快跟朋友 say hi。陈明星就是我们今天的明星耶，我是我们。OK，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检验一下，我们过海关。好，这是我们热沙包专送披萨。OK， 这是两只烤鸡腿。烤鸡腿，对，两只啊，可是我们这么多人怎么烤？怎么分？嗯，好，没关系，好，这呢？这是蔬菜千层面。哦，这是我的，对，不要碰。好，还有呢？哦，这是烤鸡，两份。总共有4份。哦，4份。对。好，我们这些人都很饿。好。然后这是你的披萨。好。哦，还有对单子的。对，有单子，要一个一个报给客人。很负责任，非常好。是。今天帮你们卖广告啊。谢谢。有没有给我酬了？没有，就没了。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外送药包。哦，就是里面都是钱吗？很有钱，你很富有，里面多不多钱？蛮多的啦。真的吗？可不可以看一下？不要啦。那现在就是要付钱的时间，对不 对？找那个人。不关我事，我没口袋，我没钱。我谢谢你，谢谢，辛苦了。不会，小心开车哈。好，谢谢。你是开计程车还是？骑摩托车。我讲错，我是对不起，我讲错，是骑摩托车。对，小心骑哈。好，左右看，那记得哈。好，谢谢，辛苦了，拜拜。拜拜，记得要收钱哈。好。哦哇，披萨来了，哇，好香好香哦。哎，怎么这一片这么小？是不是有人换过？好，等一会儿来吃，因为。为什么叫这么多？因为很多的我们今天的工作人员都很累，从早到晚都还没吃过，我们真的是太虐待了。好，待会儿再吃。其实有食物
放在你面前又不能吃，这样子最虐待。我们现在来玩亚洲你最棒，我们要 call out 给，我们今天要 call out 是给白白。白白，喂，嗨，嗨 ，How are you？ Fine。Oh， 你 you understand English？ Oh， a little， a little，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big。嗨，我是 Coco， 我今天在闹了，我不知道，我疯了。好，今天呢就是要考你的问题呢，就是看你有多忠实。有看昨天的节目吧？有。OK。那请问昨天刘德华代班主持亚洲娱乐中心，在访问陈小春的时候，两人交换了什么东西？身上的衣服。哦，有转出来吗？哦，没有，要转出来。哦，妈妈说麦不会转。啊？要露出来啊？那个。哦，我是要给你看的。衣服啊。我刚刚在讲身上的衣服哦。你没有，你说内裤。哪有？我听到了。没有了，我开玩笑。OK， 所以呢，你就赢了今天的这个问题，那拿到什么奖品？哦，明天再打电话给你。明天是别人打了，不是我打了。好，所以你可以放心。All right， 谢谢你，明天见你了，拜拜，拜拜。好，现在呢，现在呢，我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等一下哦，看到了，有三则新闻。对，三则新闻就是月光森林这个电影呢，还有哦，好难念哦 ，Jesus， 许绍洋去马来西亚拍他的这个电视剧吧？对对对，还有就是邝文迅是吧？迅，邝文迅，李圣杰。对，他们打网球，哦 ，very fun，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刚好呢，在这些播报这些新闻的时候呢，就赶快吃几口，因为真的非常好吃。好，不过下一段之前我要说一下，我的活动在7月14号礼拜天呢，在1点钟高雄星光三月，下午3点钟在台南大远百货，是不是？好，然后就是晚上7点半在台中星光三月，还有。7月21号也有我的签名会，在板桥新竹中立。那如果要查询的话，可以打电话到2756-2596-8。OK， 我要做什么 ？OK， 下一段呢就是台湾风云榜的试片，看啦。广告之后马上就有 HC3 演唱会的彩排。OK， 刚刚有个 fact 呢，就是乌鸦头问我为什么要穿长袖耶。And 你很棒哦 ，Thank you。然后呢，为什么要穿长袖呢？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在飞机上的外套，因为飞机比较冷。主要呢，是因为制作单位希望我跟等一下签名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衣服，所以我里面呢，就是我等一会儿要穿的那件衣服，所以把它拉起来就变成长袖的衣服了啊。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就不用再去换衣服了。好，现在我们看就是陈绮贞要拍《Here》杂志的封面，看一下一些花絮。OK。HC3 呢，他们演唱会的彩排哦。那其实这个组合真的蛮特别的，就是有一位日本人，两位台湾的。那其中就是这位日本人呢，因为我最近都不在，所以我不太了解。他是在日本的，是一位主持人。那他好像也有特别的话要跟大家说，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嗯 ，very good， very good。好，现在呢就是这位是日本人吗？韩国人。哦，他是韩国人 ，OK， 他的名字叫做申胜勋，为白血病的儿童呢，就是筹款，因为他开演唱会，他会把这些钱捐给这些小孩子，真是非常有爱心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则新闻吧。OK， 现在要进广告，广告后呢，就看到我很多不同的发型 style 给大家看一看。睡着了，好 ，sorry，anyway， 好，现在要看的就是我一直以来呢，因为头发一直在变，
很多不同的造型，那加上呢头发颜色也是五彩六色的。那好像这一次为了这个新的 remix 专辑呢，就染了这个红色的头发。其实以前已经染过红色，可是呢这次的红跟以前有红又有点不太一样。以前在 DRD 的时候的那个红呢，就是刹车红或者上面那个小灯的那个红。对，那现在的红呢是比较暗红色。 OK，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顾一下我以前全部不同的头发造型吧。最近推出精选集的 Coco 一头鲜红长发的火辣造型其实不是第一次了，还记得当年的滴答滴 Coco 也是一头火红的红发吗？纵观 Coco 出道以来的各支 music video， 可以发现 Coco 还真是特爱在头上做文章。一样是长卷发， Coco 可以红可以金，还可以中发变来变去。而一样是金发，在 MV 真情人中的金发和魔镜里的金发就完全展现出不同的风情。遇见你这样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好心情里的 Coco 又是另外一种造型，绑着两只发辫的 Coco 一改成熟的风情，呈现的是纯真可爱的印象。看了这么多的发型之后，发现 Coco 独缺黑发的造型，可别以为洋派的他没试过哦。其实在上一张专辑中，由金曲奖得主方文山为他打造的刀马旦歌曲 MV 中， Coco 就以黑发加上浓浓的东洋味服饰，为这首歌打造了独树一格的刀马旦风味。亚洲的中心李婉儿整理报道。其实刚刚看了很多自己不同的造型里面呢，缺少了一个，就是我最爱的一个，就是最近在播的这个《宠物男孩》里面这个比较丑女啊。对，那个头发就短短的插出来的那个，像个疯婆一样，那个造型是我最爱。为什么最爱那个造型呢？因为第一，根本不用怎么化妆的，就也不用补妆，也不用看镜子。第二，我觉得我喜欢逗人家笑，那公司他们一看到那个造型，他们觉得 very funny， very funny， I like， I like， I like very much。 OK，那今天呢就是要送给大家呢，就是我签名的这个我的 T-shirt。 对，那总共有三件，那要怎么样呢可以得到我签名的这个 T-shirt 呢？就是要打以下的电话，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好，赶快打进来，然后呢就有三位可以拿到我的亲笔签名的 T-shirt， Hot Coco 的 T-shirt。 好，哎，掉了，我两个字掉。 OK，下一个要报道的新闻呢，就是吴宗宪宪哥在上海主持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因为好像他有这个一个节目，就是新人网，是吧？是不是新人网？对对对。那在这个新人网里面呢，就是一个唱歌比赛，什么样的比赛呢？就可以发掘新人，好像周杰伦啊、温岚他们就是这样子被发掘的。那他现在跑到上海去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 new star could be our next diva 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 VCR。 哇哦，所以大家看到呢，就是在台湾的很多节目呢受到在内地观众的欢迎啊，那希望以后呢更多台湾的节目呢可以就是感染到全世界去，大家都是模仿我们。OK， 那个牌子是什么？哦，OK， 林毅向县，林毅向县的这个电影呢，就是 Mel Gibson 最新的一个电影啊。那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Signs， 是比较 spooky，比较怪异一点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报道。好恐怖哦，我只是看那些片头，就是那些小片段，我就就一直那个鸡皮疙瘩还在。嗯，好恐怖。对，其实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些电影听说都蛮好看的，譬如说有这个 Minority Report， 也有这个 MIB2， 都听说都很好看。那最近我觉得我们喜欢看电影的人真的有福气了，有这么多好看的电影。可是刚刚那个电影到底什么时候播啊？他有说吗？好像没说哦，还没。哎呀，真是因为来不及，我好想看。 anyways， 好，那我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周杰伦的这个首播最新的 music video， 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的战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周杰伦最后的战役的首播 music video。 哇，哎，掌声鼓励一下嘛。
那一次 video 真的拍得很好哎，我觉得艾尔发这个唱片公司真的非常好啊，就是为这个艺人，其实很多时候艺人呢都会希望拍一些 music video 是很有突破性的。那好像刚刚周杰伦这一次就非常有突破性，因为他拍的非常有画面呢，而且很感人。那我觉得是对这首歌觉得是有加分的啊，那大家要多多支持咯。那现在呢大家都有这个韩国的流行啊，那譬如说有这些韩国的帅哥有两位，那今天我们特别要介绍的啊，一位就是他叫雨 Rain， very different， very sexy name Rain。 然后呢他是一个歌手，那另外呢有一位叫做金在元，是吧，金在元，那他是一个演员。那他们现在呢都是在韩国是新一代的you know entertainer， 那可是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嗯，这两位帅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谢谢。 OK， 我们时间也快到了，今天呢有非常多的感想可是不告诉你。好，那现在因为呢我也要赶场，我要到我的一个活动，就是我的签名会。那因为今天我才到，我从美国飞到香港飞到台湾，所以哦整个人是有点昏昏的。 anyways， 好，等一会儿呢就是我的签名会呢，那时间就是7点钟，现在咯。然后呢地点就是台北的星光三月站的前店。那如果你有买这个我的 remix 专辑 Disco Go， 有买的话呢就记得在那一边呢跟我见面咯。那还有别的，还有别的，就是在7月17号的时候呢下午1点钟在高雄星光三月，然后呢哦什么什么哦14号，我刚刚不是说14吗，哦好好。然后呢还有就是下午的3点钟台南大远白，诶大远白货是吧， OK。 然后就是晚上的7点半呢在台中星光三月也会有我的签名会。 anyways， 今天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的制作单位找我来代班，因为呢我的口才绝对是不像陶子姐这么好啊，我是幼稚园啊，他是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哦，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对或者讲的不清楚的听不到的OK， 就写到制作单位来 complain， 不要 complain 我就对了哈，是他们讲我的，不关我事。All right， thank you， 谢谢你们收看，下次再见，记得要买专辑哈，拜拜。